今日去呢間店，用一個詞嚟形容佢就係一夜爆紅。廣發嘅分店已經係十隻手指都數唔曬，佢嘅招牌居然係榴蓮咖啡啊！我最愛的，居然真係老子的頭上動刀子，真係要去試一下喎、啊！喂，唔使翻工嘅咩？咁多人嘅，就係呢個 ATM 啦。考驗一間店嘅啡好唔好飲，一定要點佢嘅熱辣甜。因为呢间店是鲜果咖啡出名的嘛，但没想到它的拿铁都 OK 的。其实我想来主要是真的很想试一下它的榴莲咖啡，它们还有很离谱的咖啡，丝瓜、葡萄，还有芒果咖啡、牛油果咖啡，还有香蕉咖啡，榴莲厚乳拿铁。你看它下面真榴莲果肉来的，先不要搞饮一口，倒榴莲啊，哇正啊，它不是榴莲精那种，真的是榴莲果肉啊，也太好了吧。真的很搭啊，我觉得真的很香哦，油甘美式。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咖啡就是通便的呢，即是如果它再加上油甘的话，十年便秘应该都可以医好。真的可以有人喜欢的吗？喝第一啖它是油甘的酸涩，再带有少少的咖啡香味，很消滞，很清爽。